有的舞步，每当军心涣散，跳起支舞，说不出的舒服。他的发明者是那高大的吕布，据说他还会边骑马边跳舞，还一边换衣服。学会这奇妙的舞步，空亲自出马，暗地埋伏，管他三顾茅庐。每当吕布要用这不明的招数，只听到那千军万马一起说出，你鼓起这赤兔单枪直入，披肩杀的找不到路，是一种诡异的战术，加上去的影子。